快点。这是在旺角地区，刚才呢这儿有示威者把路都给堵上了，现在呢警察来了，前面的示威者呢就跑了，但是呢后面呢也有一些示威者呢在尾随，而且呢有很多穿着制服的人，他们有的是记者，有的可能是其他的非政府组织的人，因为人很多嘛，也助了示威者的这个声威，但是呢警察他前进的方向，那些示威者呢是不敢在那阻挡的，但是周围的环境大家看得很复杂，现在呢香港呢经常出现这样的局面，所以呢香港彻底恢复秩序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。